他就是会叫爸爸妈妈，太可爱了。小巨蛋演唱会目前准备进度到哪里？歌单排好了，大家都有见一见了，只是等疫情的，因为这一波又比较严重了一点，所以我们还是很遵守政府规定。毕竟因为延过一次，所以心里还是会也有一点紧张，觉得又有可能延期。因为你之前小巨蛋都拖成那样子。脱成哪样？我还是穿下面啊，对啊。我说你有 hold 住吗？当然，当然有在练，只是它越来越细。本来的目的是60，就想要再厚重一点，因为现在还是觉得有点 fit， 就是没有什么分量。所以你没有所谓的爸爸肚？如果去年的话，有可能也会有爸爸肚或者啤酒肚，但是我也戒酒，然后一直去健身。那你戒酒多久了？很久了，因为我每一次喝酒都是比较负面，不知道为什么难过啊，因为喝酒就会想妈呀，所以就会比较低落一点，我就觉得不想给老婆跟孩子比较负面的样子给他们看。我觉得而且身体也其实轻松很多。你现在多久没见到他就会觉得很奇怪？其实只要一天岳母帮我带的时候，岳母娘丈母娘，对不起，丈母娘帮我带的时候，虽然会视讯，但就是看本人还是会不一样，就是很可爱。有没有哪一个 moment 是让你觉得最 touch 的？叫宝宝的时候，他就是会叫爸爸、妈妈这样。第一次听到他叫爸爸，你有浮夸的落泪吗？我是大笑、啊。太可爱了，拿他没辙啊！我老婆说他有时候很用力的捏啊，干嘛？我都舍不得叫他不行，我老婆就会打上手，不行，他还是会去听。他很坚持。这部分应该像你吧？蛮像我。你现在可以一对一照顾他多久时间？是可以，一直。不会崩溃哦。会啦，还是会。但他很喜欢在我身上一直抱着，像睡觉时间到，我要就给妈妈的时候，他就抓着我，不要下去。就那样子陪一两个小时，这样一直走来走去。然后他想睡的时候，一定会抓眼睛，揉眼睛，抓鼻子。所以就该睡了。你该不会想要迫不及待催生第二胎？我个人是想，就是给我现在女儿给妹妹或弟弟，因为一起长大总是有个伴，有点差。而且每个人都跟我建议。该不会又怀了吧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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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接下来的可能有第二胎的话，是以按照计划。就其实我们还是会看一下现在环境的疫情是现在很大的问题啊。